你给我等着，你给我出去，你给我出去，舅舅舅妈不在家，这就是我家，不让你进来。说嘛，你看你刚刚的行为好危险！你看你给卢虎划的，快给他道歉。哎呀，对了，舅妈你给我看不好，你先解释。来，卢虎，我们去把脸洗了，快来，把脸洗了，走。卢虎，你在这给妈妈买个面包，快点哈，我给老板说好了，快点哈。阿娘。